朵花。 快点，大家保持安静。你们看，这太有趣了！哇，太神奇了！我们要好好演。 真是不可思议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有趣了！植物居然也拥有视觉和防御的意识。让我来试试。好的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最近表现不错啊，文轩。谢谢父亲夸奖。继续努力啊。 阿瑶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你别哭，你说，你快说！叶枫，你要帮帮我！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穆星辰，穆星辰他怎么了？穆星辰。 穆星辰那天喝醉了，把我，他现在不要我了，我马上去找他。 不要，我怕他会更讨厌我，更。
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放心吧，我一定让他给你个交代。姨父，你帮帮我！ 云长，云长，哎，这个不方便。云长，在家打招呼。云长，这些事都怪我，行了吧？哎呀，云长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替你出气好不好？ 木星辰，笨蛋，赶紧跟云长道歉！我知道。赶紧，快点！云长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能让你原谅我，但是我只想告诉你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所以不管外面怎么说我们，怎么栽赃我，我都希望我们不要管他们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神族又来信了，神术事件枯萎。 问我找到解决办法没有？看来真是药厂的污水污染了地下水，导致神树枯萎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关闭药厂，但是你父亲肯定不会同意。云长，拜托你了。 这次你一定得帮我，叶会长，我想找您谈谈关闭药厂的事。穆星辰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 爹，我知道我刚才不该惹您生气，但是我求您了，您
你就把药厂关了吧，云儿。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你怎么就鬼迷心窍，非要帮着他呢？我相信他自有我的道理，我之后再跟您解释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家药厂的污水毒性太强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河水下游的树木还有那些动物都会死的。 我资助汉斯教授研究这种新药，投了不少钱，现在投资还没收回，怎么能说关就关呢？再说，这个厂乔振坤也有股份。关于钱的问题，我一定能补偿您。至于乔振坤那边，大不了我跟我父亲求情，帮他求一颗圣果，只要神术没事，什么都好说。 你要把工厂停了，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解决掉你的风流债。我不可以让我女儿再受委屈。还有，在一切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之前，我不允许你们再在一起。您放心，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 大家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工厂就关停了。啊，就关了，关了呀！我以为怎么活呀？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哎，太突然了，这是。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的损失由我来补偿。我会把你们安排到其他公司去就职的。这下就放心了。那很好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吓我一跳，也别失业了。 寻找药草的资源，迷雾森林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。省里派我来协助你们搞科研调查，保护你们的安全。云长，这次。 谢谢你。等神术好了以后，我就带着鲜花和宝石来向你求婚。算了吧，谁知道你说话会不会赖皮？肯定不会。哎，小姐。 小姐，有你的电话。哦，好，走。喂，文轩啊。喂，云长。那个乔振坤正带着汉斯去迷雾森林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神木族。他们的手里有省里面的批文，我阻止不了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什么？ 糟了，我知道了啊！云长，你来的正好。刚刚文轩说你爹带着德国专家团去迷雾森林考察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爹去那儿肯定是为了圣火啊！不可能！你不信是吗？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。你爹在一个地方藏了很多武器。 上次的确见到了好多武器，
绝对不能让他们去神魔族，那儿有迷雾，杀人的动物和植物，他们去了必死无疑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爹身体不好，根本不可能走那么远。孤注一掷呗。不行，咱们得兵分两路。真田，你回警察局看看你们的人员有没有被调动。云长跟我回医馆，我们准备好足够的草药，一定要给在他们之前。好，走吧，走。人呢？有人没？报告局长，齐飞探长接到乔厅长的命令，带着所有警察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不清楚，好像去了城外。行。娘，我爹他去哪儿了？带着德国专家走了？爹，声音我准备。去哪儿？这说不定是场恶战，我不想你冒险，回去吧。这有什么的？星辰，您好。云长，您好。他们俩走了。走了？这时候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他们俩是不是私奔了？你除了儿女私情，能不能关心点别的？整天像个怨妇一样缠着穆星辰，怪不得留不住他。那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道他们去哪儿有什么用啊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哎，你带上我一块儿去吧。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去有什么用啊？谢谢。我去能缠住穆星辰，这样你跟云长就有机会了。对啊。那走吧。说好一起来的吗？星辰，你是不是回神木族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天瑶，我回迷雾森林是为了找德国专家团的人，太危险了。再说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先回去吧。我都是你的人，什么危不危险的？
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没事吗？从这儿吧，是你啊，我一直在找你。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当爹了是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等这个孩子长大了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在哪儿呢？喂！都说母子连心，只要孩子有病，他就一定会现身。到时候我再逼他交出解药。
救我爹！爹，你为什么害我？我恨你！爹，救我！救我！星辰，这里到处都是虫子。 看，搞得我身上都是包，不是有刚刚摘来的止痒的草药吗？你涂一下吧。星辰，你帮我涂吧。你自己涂吧。你帮我涂呗。 云长，云长，云长。 脚踏两只船，我带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提的分手，你添什么乱？挺能装的你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哼！行了，说正事儿。跟族人说，乔振坤带外族人入侵，让他们做好防备。